无上自在门大主子 李素商，请赐教。就是现在。赤渊师祖，您和我彼此都在让招，这样下去可没个完啊。没错，和我不同，他身上的剑心依然完整。如果维持现状继续消耗下去，如今的我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我必须打破现状，打破他的平衡。我的确还有一个机会，一个换成其他任何对手都不可能存在的机会。至少要让他再也无法影响之后的战局。我必须诱使他使出那一招，然后将其化解。是啊，点到为止的阶段也该结束了，接下来我们彼此都要更认真一点了。要想让他相信自己必须那样做，我也必须得拿出些本钱。小角色